风随意吹乱她的头发，她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，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。还有十五分钟才午休，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，安定的日子不一定就是幸福，忘不掉他在心里做过的梦。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像空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，哦，他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，哦，一个人也能走上梦的旅途。他今年农历三月六号刚满22，刚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，却发现有没有事？